到的结果就是一道彩虹。你看，有没有看到彩虹？每天都有彩虹，真是太神奇了 ，Jennifer， 好棒哦！你有看到彩虹了吗？与你分享我的快乐，哒啦！下雨出太阳，雨都还来不及脱，就看到彩虹了。彩虹看到了吗？每天都可以许愿的，好棒棒！都几点了，天气还这么亮，夏天果然是炎热。看多少摩托车在奔驰，这也是台北厉害的地方。下班了真是开心。而且车水马龙，看到彩虹了吗？很棒哦，很多车子哦。哎，大家辛苦了，台北人的骄傲就是脚踏车、机车、摩托车，彩虹还在耶。哦耶，好了，继续去我的目的地，拜拜。